ビ。一个五毛的，一个一毛的。平时这个工作中，就是投币投的多，就是自己停，然后停了以后，就是他这个这投币可以看到，对，他这个声音是不太一样的，然后一元的和这个五毛的和这一毛的这个纸里面，它的假币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慢慢的都可以掌握出来。这个一元呢，它这个钢币是比较坚硬的，它这个声音是比较清脆的。你像它这个五毛的，它是铜的，它这个声音都有点的发乌，没有那么响亮，一听就知道谁投的够与不够，还是真币假币都可以分辨出来。